刚站在青春的起跑线，有的人已走远，挥挥手我们相约在终点见。同样看过春夏秋冬的眼，同样怕你的脸，只是中间隔了几十年，相看两不厌。这不能停下的脚步，配合这一分钟六十秒的速度，这不曾停下的心跳啊，在人生起伏中共度，被岁月拉长的孤独，感谢你默默的付出。人生啊，我们都是初来乍到的一生，感情啊，我们都是一直难解的好梦。家人啊，我们都是义无反顾的簇拥。幸福啊，我们都是抱团取暖在风中。他今天不在，你们就先回去吧，啊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是老二吗？你是大舅？哎呀妈呀，你咋胖这样了？哎呀，大舅啊，今天你受苦了，大舅啊，想死我了，大舅啊！放开，放开！哎呀，大舅啊，哎呀，大舅，别整这出！你受苦了，大舅。又是找您呐，客人可真多啊，你多不多关你什么闲事儿？哎呀，大舅啊，这件事是想死我了，让您受苦。别整这出了，干啥呀你这是？哎呀，用不着你们打扫，有人管。没事儿没事儿，我这人就不能闲着。大舅啊，前些年呢是我不对，没好好伺候您啊。你是因为房子太小，怕您住不开。今年我们收拾了收拾，把主卧空出来了，这不，马上就来接您了。接我去哪儿啊？今天上我们家住去啊，我跟我媳妇儿给您养老啊。哎。心意我领了，但是我不能去。哎呀，大舅，你还生我气呢？哎呀，我生你啥气呀？你说我一个孤老头子，啊，膝下没儿没女，哎呀，你们照顾我呀，那算是情分，啊，不照顾我，那都正常。哎呀，大舅，哪能呢？之前让您住在大哥家，是觉得他们家条件好，您能住得更舒服。谁知道大哥不愿意养您了，给送到养老院来了。大舅，我俩虽然挣得少，但是我俩绝对干不这种事儿，是不是？这养老院有什么不好啊？啊，吃得规律，住得又舒服，人多，还热闹呢。大舅，哪好也不如咱们家里好啊！你去我们家之后，我跟我媳妇儿，我俩天天伺候你。是是是，我做饭可好了，您还没吃过吧？可不是吗？我哪有那口福啊？其实这楼房啊，我也住不惯，憋得慌。你看，那还有菜园子，我能种种菜，哎，正好，把这身体也锻炼了。大舅，你要想种菜。我们家阳台收拾收拾腾出来买几个大盆，那不一样种吗？哎，我可不能把你们折腾够呛了啊，那到时候那罪过可就大了去了啊。老二啊，你是不是知道村里头
分了我一笔钱啊。哎呀，大舅，我可不是冲着钱来的。我看您一把年纪了，身边不能没有亲人照顾您呢。老话说呀，远亲不如近邻。这养老院里头有院长护工，人都熟了，他们对我都挺照顾的，你们就放心吧。真要尽孝心的话，就常到养老院来看看我。大舅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过几天你要想通了，你再给我们打电话。等等，把东西都拿回去。您留着吧。可别啊！你们大老远的白跑一趟，再搭上这么些东西，不合适。大舅，那我们走了啊。我晚上不回来了，你自己吃饭吧。小华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等你半天了。你等我干什么呀？我看上次你跟那李娟在那儿跳的可开心了。我跟她有什么好跳的？上次是因为你没有来，她正好缺个舞伴。你这次你就当我没来不就完了吗？啊，你也跟她还凑合。哎，那儿呢，李娟。不要！啊。我跟他有什么可跳的？我今天不该来，我把你们俩给拆散了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你看你还耍小脾气，我对你什么样子，你心里还不清楚啊？小韩，你是请你跳个舞。哎呀，给你个面子吧。老蒋，又有亲戚看你来了。大舅，老蒋，昨天二外甥刚来，今天大外甥又来了，这个阳光之家呀，就属您谈事最多。哎呀，真是好福气啊！啊，福气，给你要不要？好，你们聊啊。大舅，昨天老二两口子来了是吧？对。
是来找你要钱的吧？我说你们都是从哪打听来的？你把钱给他了？他没找我要钱。谁信呢？哎，他多长时间没来看你了？突然这么一来，不是为钱是为啥呀？你爱信不信。他们两口子想借我去他们家去住去，那不一样吗？啊，到他们家了，那钱就是他的了。钱是我的，谁都拿不去。不是大舅，你这么说就不合适了啊！不是，从老家到城里来啊，老二管过一下没有啊？啊，你不是一直住在我们家吗？伺候你吃喝拉撒的是我，把我撵出去的也是你呀、啊。不是那个大舅啊，关键你太喜欢乱捡垃圾了，弄得咱家就跟那垃圾场似的。我说这话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提醒你，别把好处都自己揽着，把坏事全都推出去。不是大舅，你知道我最公平了。哎，我要跟老二比，我们俩谁付出的更多？当然是你。还是的呀。这么着啊，这钱我也不要了，但是也不能给老二，他啥也没干呢。你要非要把钱给老二，我一万个不同意。你挺精啊。咋了？我无儿无女，就你们两个外甥，不给老二，那不都成你的了？那也是理所当然，我应得的呀，我伺候您了呀。哎呀，照这么说呀，往后的日子，嗯，我都在这养老院了，干脆我把钱全捐给他们。我看你那存折在哪儿呢？我，嘿，你还翻上了你？我翻上了，翻上了！躲躲开，躲开，躲开！我这疯子！哎呀呀呀呀！这他，我是你大外甥，我没要你这外甥。行行行，有你这样缺外甥吗？你放着，有放着，没有你这样缺外甥吗？行行行，有你这样缺外甥吗？有放着，有放，放着！哎呀，你给我找哪儿了？找哪儿？告诉我，存折在哪儿呢？到底？哎呀，我能告诉你？你谁啊？干什么呢？别耽误我家里事儿啊！你告诉我存折在哪儿呢？哪儿我也不给我看啊！你拍什么？丧心病狂！你拍什么？小你不能去拍！你不能打死你混账！你给我！你别弄我！把手机给我！不许动了！把手机给我！别弄我！这咋办呢？跳劲儿！你哪伤着了？哪儿都伤着了，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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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你也得跟我们回去一趟，做个笔录。不用了吧，他没动手，他们都可以作证的。哎，我们能作证。没事，只是回去做个笔录，验个伤，走吧。家属也可以去啊。走吧，走走走。程叔，带他们都回去。好好好，行。坐一块儿再打起来。各位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擦擦汗，新的没有用过，我还喷了香水。小华，我发现今天你的舞跳得老好哎。你跳得也不错呀。哎，我们大家商量了一下，下次再聚会
去你家好不好？去我家啊？哎，你看啊，我家、老李家、老刘家都去过了，我们玩了这么久，就还没去过你家。哎呀，我家不太方便。哦，那算了。老严。啊。你会修电脑吗？啊，我会用，但是我不会修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我那电脑坏了，那修电脑那人说吧，说要换个主板，这主板得3000多块钱呢，太多了。你怕什么？你女儿挣那么多钞票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我这是新电脑，我女儿新给我买的，你说我一不小心给弄坏了，我哪敢开口？我开口，我女儿得骂死我呀！你说怎么办呢？3000几，我借给你。哎呦，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们这个关系，还客气什么？那我回头给你打个借条。No， 我还不信任你吗？好多头发都堵了。哎呀，怪我，我现在这眼神越来越差了。张姐，要不是看你在我们家干了3年，我早就换保姆了。哎呀，别介呀，太太，你要换了新保姆，她也不熟悉你的习惯。院长，你找我。大舅，我跟你没得聊，回去吧。哎哎，大舅，那个大哥的事我都知道了，您放心，我这次来不是来给你要钱的。那你来干啥来了？上次跟你见面之后呢，我回家就反思了。哎呀，之前对您照顾的确不够，都是我的错，但我知错就改呀。这不，今天周六不上班。我带您出去晃一晃。老二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如果没那笔钱，你会来吗？那就会呀，就您最后一分钱不给我，我也愿意把您伺候的高高兴兴、健健康康的，只要咱们是亲人的。蒋爷爷，您要实在不想去，您可以拒绝的。我去，老二孝顺，我高兴。好，行吧，登记一下，你们去什么地儿，几点回，还有联系方式。你能去哪？您告诉你，告诉我去哪无所谓，但是得有一个我们阳光之家的人陪着我去。为啥呢？省得你把我卖了。这不是不能扣你。哎，老严啊，你不是说今天集体活动吗？怎么就咱俩呢？小华，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的情况你都了解啊，你觉得我们两个
有没有可能？老爷啊，你今天约我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个事儿啊？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的，今后绝不跟别人跳舞，只跟你跳。那我要没去呢？那我就坐在那儿当观众。你可真逗。老爷啊，这个事吧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你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好啊，我呢，我觉得这不是个小事儿，我真得好好想想。不着急，好饭不怕晚。哎，你回去跟你女儿好好商量商量。怎么，你不舒服啊？没有没有，没有，坐坐就好了。坐坐坐，我们去手机店里看看好了。又不买，上那儿干嘛去？谁说不买啊？你这手机太老了，该换了。啊，不换不换，我的手机还能用。不不不，坐，咱上那边去坐。我送给你啊。不，走吧。哎呀，老爷。大舅，来呀！不是，我牙不好了。哎，小田，法事逢清街，这里边吃的、穿的都有。大舅，我看你衣服都旧了，我给你商场里买个新衣服吧。不买，花那钱干啥？那咱们去里头，要不咱们吃饭去呗？里边什么馆子都有，行不行？我带你到这家商场来。就是为了下馆子，哎，就在这四楼，这家餐馆的这个柠檬水，管够喝。哎呀，大舅，你真见过世面呢，你咋知道的？我哪不知道啊？志华，哎呀，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外甥请我吃饭。哦，这你外甥啊？哎呦，不错，你进步了啊！讲起来自己还有个舅了哈。哎，小华，哎，这位是？哦，这是我老家的一个哥哥。哦，哥哥好啊！别瞎叫，咱俩谁大还不一定呢。你们也来出来吃饭？我们饭都吃过了。嗯，现在是给小华买个手机。他非要给我买，其实我那手机还能用。志华，嗯，你看中哪一款了？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，你看这颜色是吧，干干净净，特别适合我，我挺喜欢的，就是有点太贵了。嗨，别腾钱，我给你买。不是吃饭吗？大舅，今天周六，说不定还排队的走。什么排队？没看我正在买手机吗？买手机不用外人买，我们来买。哎，谁才是外人呢？啊？我问你，你认识他才几天？你说认识他几天？我认识他几天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有的时候什么就认识的。没事，我问你，别小点声，你这个公共场合，你们闹什么呀？哎，小华，这个倒江湖，小华，这，咱们吃饭去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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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服务员，这手机多少钱？你，这款手机五千多。五千多？对，这我要了。好的，您稍等，我去给你拿个新的。您慢，大舅，我买。这钱用不着你花，我有。哎呀，服务员，给我包上。刚脱虎穴，又入狼窝，十面埋伏是四面楚歌呀！什么意思呀？这就是蒋大爷现在的处境啊！你是说他那笔飞来横财被各路妖怪都盯上了？他那俩外甥我倒是不担心，就蒋大爷这体格，
估计能把他俩送走。虽说是装出来的孝顺，那也比不孝顺强啊。那你是说张碧华？老英雄也难过美人关呀。电话里说，非得见面说，说吧，啥事儿？给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，你还真买了啊？说好了送你的，男人嘛，说话有信用啊。哎呀，老爷，有句实话，你想听吗？想听啊！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，真的没有。哎呦，小华，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就是三九天你喝热茶，里里外外通通暖和。不过这个我真的不能要。为什么？老爷，咱们俩这事儿我还没想好呢。不急。慎重是应该的，我们这个年纪啊，要是再婚，一定要好好的过好下半辈子。不不，我真的不要，你别去。哎呀，我，哎呀，你这，哎呦，真讨厌。钱多呀，这怎么送啊？这是，碧华同志，我给你个惊。你哪位？我是阳光之家养老院的院长叶小妹。哎，你怎么有我电话呀？是不是老蒋给你的？你来我们院登记过，你自己写的。你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不是很信任你，我希望你能跟蒋爷爷保持一定距离。谁叫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？也不是所有长辈都值得尊敬。蒋爷爷这个人嘛，性格偏执，跟外界接触也少，所以他很单纯，年纪越大自然就越看重亲情和友情，也就越容易被人钻空子。你的意思是说我在骗他是吧？我没这么说，但你跟他关系这么好，也不希望他被骗吧？我们俩的关系轮不上你一个小丫头骗子在这指手画脚。那你就当我多管闲事了。等等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从来没骗过他。喂，哪位？我是县医院的，你是刘翠云的家属吗？对呀，我是她妈妈。啊，你闺女住院费该交了。我不刚交了一笔钱吗？那我不清楚，你不放心啊，可以来财务查账单。还得交多少？5810。好了，知道了。你好，小姑娘，我把这手机退了。怎么了？是有质量问题吗？哦，那没有，就是我就不想要了。
好的，您稍等。嗯，把手机给我一下。哎，你把钱给我打这里啊。嗯。你这好，手机拿好。谢谢啊。没事。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不是约好了在这儿给你道歉吗？我早到了。你到早了。来个油焖大虾，再来个生蚝。耶。哎，再来一个凯撒沙拉。哎哎，对了，免费的水，来两杯。你刚才退那手机是那老头给你买的吧？别老头老头的，人家有名有姓啊，人姓严，叫严明。我管他姓什么呢？为什么退了？不喜欢。喜欢顶什么用？不顶吃，不顶喝，不顶穿，没用。我看他挺在意你的，他知道了该多伤心呢。这点事儿他要扛不了的话，那他别跟我处了。大蒋，你把我约到这儿了，你想说什么呀？其实啊，我也给你买了个手机。你买它干什么呀？送给你呀。你净瞎胡闹，你才有几个钱呢？你就卖房子有几个钱，也不够你这么糟蹋的。你赶紧给退。姓严的给你买，你就高高兴兴收去。我给你买，我就瞎糟蹋钱？我不是这意思。老蒋，那既然咱们把话都说到这儿了，那干脆就说开。过去咱俩是好过，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事过境迁，我很多东西它都不一样了。我现在很关心你，因为你是我的朋友，我对你的关心是朋友之间的关心，你别误会了，好吧？他怎么了？他有什么好啊？那我给你摆摆他怎么好啊？他脾气好，他学问好，最重要的是他是城里人。城里人怎么了？谁祖宗三代不都是泥腿子？那不一样。你比如说我吧，我现在嫁到城里了，我户口也来到城里了。可是我没社保啊，我跟人比总是差一截。我们这种啊，就是人在这儿，根不在这儿，这心里不稳当。那留在城里了，那心里就稳当了。总归是好一些吧。行了，既然这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马上上手机店把它退了去。哎，你瞧你这脾气，你吃不下了。结账。干什么？这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我问你，你女儿是开网店的吗？领航小区
是他给你买的？你怎么了这是啊？什么怎么了？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？那天去看你啊，你走之后，小区保安跟我讲的，你在这个小区做保姆。保姆怎么了？保姆配不上你是吧？保姆不丢人，哎，凭本事去劳动啊，不丢人的。可是你不应该骗我，你女儿病重，为什么不跟我讲？啊，她一直在耍我。哎，等等，哎，你不要走，哎，你不要走，哎，你不要走。你借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啊？什么钱啊？有借条吗？哎，你不要耍赖啊！我当初不打借条，是被你迷惑了。但是我这里有转账记录啊！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！哎，对了，我还送了你一部手机，你一起还给我。你在我这里啊，一分钱都不要占。张姐，你这穿我的衣服呀？对不起，太太，我刚才走得急，我顺手抓了一件。来，张姐来。张姐，这人有点虚荣心没什么。但是话不能说的那么大。有人问我，这小区的房子是不是你女儿给你买的，我还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你现在就收拾东西吧，明天就走。别谢太太，别谢啊，我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一次吧。我给你跪下了。哎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！不是，太太，我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！你别跪下，你起来，起来！我不行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太太！求你了，我求！好，张姐，张姐，咱冷静一下来，咱坐着坐行吗？来来，咱坐着坐着啊！太太，我们家这情况你也知道，我女儿病了。他需要钱，也需要照顾，可我们家就我一个人，我挣钱我就不能照顾他，所以我迫不得已我才撒的谎。你要是把我撵走了，我女儿就活不成了，她就没命了。你救救孩子吧，太太，我求你救救孩子吧，我求你了，救孩子一命吧，太太。我求你了，张姐，张姐，咱冷静一点行吗？啊，嗯。你看，念在你在我们家工作三年的情分上，我多给你一个月的工资，也算我仁至义尽了。像生日蛋糕，一道。
手陪我吃蛋糕的人，你的白发又多了几根，每次送来的祝福都那么认真。最初给我唱儿歌的人，你总是不嫌弃我笨，一遍遍地教我直到夕阳时分。算一算你曾陪我的时间是很多年，而我陪你的时间每年只有那几天。想一想我们聚少离多，很久未改变，从不舍到疏远，牵挂被分割成碎片。才发现你的耳朵已经渐渐听不见，而我的记忆还停在你年轻时的脸。翻一翻错过的那些年，才恍然发现从远方到身边，陪伴是回忆的终点。才发现你的耳朵已经渐渐听不见，而我的记忆还停在你年轻时的脸。翻一翻错过的那些年，才恍然发现从远方到身边，陪伴